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。今天是看看留言吧哈，我们一起来，呃，跟大家来梳理一下，也不梳理吧，就是分享一下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些留言哈，我们也给出一些回应，这个样子哈。好，那第一个朋友呢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：“如果你们的教导没有走错路，又怎会落得如此地步？基督徒。” 不是所有议题都可以拿出来讨论，有些议题是会做成教会伤害，还令主蒙羞，啊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说基督教的教导是有问题的，是有走错路的。他那一篇是我跟 Paul 长老那个影片。 里面有讲到 LGBTQ 的议题嘛？就是这个留言，对对对对它是专门针对 LGBTQ 这个议题来讲的。我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，我其实是非常有感触的，因为这是很多牧师的看法，很多的牧师，还有很多的教会跟这个人的看法其实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我们教会不要再讲了，这样会让教会分裂。有些牧师支持 LGBTQ，有些牧师不支持 LGBTQ，我们要合一，只要把这个东西放弃。 不要讨论，不要在乎，我们教会就可以合一了。这个是很多我们听到的教会的合一的方式。对于这样子的事情发生，你也看到了吗？我们讨论过蛮多次的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我是觉得说，一个是啦，这样子没有办法达到合一。如果人不从真理方面达到合一的话，嗯、就没有办法达到合一。就是你要达到合一去干什么？你如果看索多玛跟俄摩拉。 他们不是在真理上的合一，但他们有没有达到合一？他们的确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合一。他们可以集结起全村的男女的老少一起说要去强奸天使，这个是他们达到的一种合一。这个是教会想要的合一吗？这个绝对不是啊，因为这个东西不符合圣经真理。那如果你要说符合圣经真理的合一的话，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真正的合一。这个问题必须要讨论，而且我们要讨论的不光是这一个问题，要讨论的是所有。 会冒犯到其他人的所有的问题。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智慧是可以使用在各个方面上，也就是说，在世界上所有的发生的事情上面，你都可以用神的真理去衡量。你都认为神在这上面有智慧的话，那当然每一个话题都不应该是我们讨论的。那很多人说，那你们是不是针对就特别针对 l g b q 这个议题？当然不是，罪很多事情都是罪啊，罪都是罪，并不是说这个罪有呃多么特别或者怎么样，其他罪的问题我们也都讨论。 啊，所以并不特别需要说，哎，一讲到 l g b q 然后大家就感觉好像说特别激动，然后就说你们基督徒特别恨这些 l g b q 人。我相信啊，呃，我反而这种，我觉得这种讨论这种问题，不是对他们的恨，而是对他们的爱。你要明白，就是你讨论这些问题，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想要人的灵魂回到天父的面前，你想要人的灵魂回到天国。你当然可以说这些问题都不讨论，那我在地上的生活好舒服啊。 啊、哦，我我可以牧会牧的很舒服的，我可以讲所有人耳朵很舒服的道，然后我我的教会就一直增长，对吧？只要你就跟这些人说，你来教会你就有钱，来教会你就有恩典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大家这是有爱的家庭，你要有疾病了，你在这里得到医治，我们大，家。你你全部你只讲神的恩典就好了，你根本就不需要讲神的审判。但是问题是，神到最后有没有审判？神到最后绝对有审判，这些人的灵魂你要负责任吗？ 如果说这些人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，你跟他讲说 L G P Q 这个问题没有问题了，到时候他的灵魂没有办法去到天堂，你要怎么办？这个问题谁要负责？没有人能够负得起责任了，可以这样讲。所以你要爱他们的方式是什么？你要爱他们方式，当然不是说故意去挑衅他们，就嘿,嘿,嘿看你们这些人，当然不是这个样子，没有基督徒想要这个样子。如果说真正。 想要去服侍这些人，没有人是这个样子。但是你看到，其实很多在基督徒里面的群体是真正有去服侍 LGBTQ 的人，他们到最后达到的这样一个果效，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的。这些人真的抛弃了他们肉体的这些情欲，他们真的回转到了神，而且他们真的回到了自己的性别，他们真的按照神创造的次序，他们有了家庭，他们生儿育女，他们真的回到了神创造的这样一个身份。这个是基督徒应该去做的事情，而且是基督徒必须要去做，而且必须要去帮助的事情，而不是说这个问题我们就。 不讲，呃，是吧？反正就不讲，这大家谁也别吵架。这问题就是啥也别讲，一切就都好了。不好，如果不讲的话，不好。到最后，这个结果不会是好的。呀！Yeah, 而且我们，我们，我们基督徒最终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跟随耶稣。耶稣是怎么样对待这些事情的？耶稣是怎么样对待罪人的？耶稣是怎么样去看待罪的？耶稣是说你想做什么都没关系，只要合一就好，只要什么都不做就好，还是他是跟这些？ 宗教的领袖说：“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，还是他是告诉这些人说你起来不要再犯罪了，还是他是告诉这些这个要后什么这有钱的这个人，他说你要变卖你的这个东西，你必须要放弃你在地上迷恋的这些钱财，然后呢跟随我才可以。”耶稣是怎么说的？那我们是基督徒的话，我们可以不讲这些东西吗？我们可以就是为了要表面上面的合一，然后他说有些议题是会。 做成对教会的伤害的，什么叫做伤害教会？是包括把所有的罪全部包括在教会里面，这个就是对教会好。你的教会的目的，你成立教会的目的，你是要让教会变得人,人很多，然后里面的人就是跟这个佛堂一样，什么样子的人你都在里面。你的心中的耶稣是说，我什么都接受啊，逆来顺受哦、啊，我反正你怎么样我都爱你，然后呢，给你很多钱，给你很。 这个是你要的神吗？这个是你要的正义吗？这是圣经的教导吗？我觉得，如果说讲这个的人，嗯，不是基督徒的话，啊，没关系，你还有机会，你可以去认识基督教。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，那你应该感到蒙羞啊，表示你圣经一点都不了解。你的教会应该感到蒙羞啊。如果说你的教会没有教导这一点的话，我必须说，很多教会是这个样子的。 不是说我不尊重牧者，然后不尊重教会这样的事情，我相信非常多、非常多的基督徒都这个样子觉得，都这个样子觉得，我好，我好无奈哦。为什么？因为牧师还有我们教会的生活，跟我在圣经上面读的一点都不一样。 我觉得啊，你不讨论这些东西，基督徒不在乎真理、不在乎正义的时候，才会造成真正的分裂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基础的道德价值观，圣经上面是有真理的，然后呃，神是有分善恶还有对错的这些东西的话，那你就不应该会有这个样子的一个想法。下一个留言哈、哦。 这留言都你找的，还挺精彩的。对，这是我。哈。好，下一个留言哈，这个朋友是，呃，看他这个留言，他是完全反对就是我们在做的所有事了，那他不单单是指说 LGBTQ 这个问题哈，他在这里讲说，你们这些保守派的信徒，我想提醒你们，你们经常走上街抗议别人。 会不会到最后在上帝的审判台前，如果到时上帝说你们经常抗议的对象表现比你们好，你们会尴尬吗？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儿，你们会怎么面对呢？我们会做这个节目，就是因为我们太少人上街抗议了。我们想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让基督徒还有教会来掌握好自己的。 城市掌握好自己的人生，掌握好自己的家园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不觉得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，神最后会说我们做错了。 然后呢？我们应该就让这个世界烂掉，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社区烂掉，我们应该让我们的下一代烂掉，我们应该让我们的信仰就是彻底的粉碎。然后这个样子就叫做爱耶稣，这样子就叫做神爱世人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基督徒应该要出来抗议，基督徒应该要站出来，基督徒应该要为自己的信仰站立。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里面那三个人，他是抗议到。 被丢进火炉里面，但伊利自己本身他是被丢到狮子坑里面，只是为了要祷告而已。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在抗议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该抗议？ 那在这里呢，要讨论到一个问题哈，就说什么叫抗议？很多的时候，在华人的群体里面，讲中文的群体里面，一讲到抗议，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负面的词儿，就觉得这个抗议其实你就是呃骚乱、打砸抢，就有点像 B L M 在做那种事情叫抗议哈。但其实就像你刚才讲到啊，有一些这个爱国者，我们之前看到一些老外哈，那他们在抗议的时候呢，的确做出了就是一般真的爱神、真的生命有被制作过的基督徒不太会做出来的事情，就是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跑到那个消 会那个学区门口哈，他们拿了一个大车，车里放了一个好大的音响，然后一个老头。 就坐在那里，就是音乐放的咣咣咣很大声，然后旁边好几个男的看了很奇怪。那他们当然很爱国，这没有错啊，他们举很多牌子。结果他们拿那个麦克风就一直在讲脏话，从头到尾就在骂脏话哈。那个声音放的是之大。那我相信呢，真的是为了神的缘故去校董会发声的人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了。那你说基督徒用这种方式去抗议吗？我觉得那太超过了，这个是绝对不会。而且到现在为止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，也没有见过任何。 和一个基督徒哈是用这种方式去抗议啊，所以如果要是基督徒用这种方式去做这种事情的话，那我们当然说，no，你不要这样做啊，这不是对的。但是我们看到的基督徒，就像你说的所谓的抗议是什么？是一群基督徒到校董会开会的时候，到那个门口去敬拜，在那里祷告，而且是有秩序的、安静的，按照自己的顺序上去发言，然后告诉校董会的人说。 请你们不要伤害我们的孩子，请你们去做正确的事情。那你说这种东西，如果你非要用一个负面的词，就或者是在中文里面比较负面的词，你说这叫抗议吗？你可以叫抗议，因为我们的确是抗议这些人去洗脑小孩，不管是你的小孩、我的小孩，哪怕是住在我们这 community 里面、社区里面的，我甚至是不认识的孩子，为什么我们要去？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爱邻舍，我们不希望我们邻舍的孩子被这些人。 这么就是故意的去糟蹋他们，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邻舍的孩子这样去被糟蹋。所以你说这种抗议，到时候上帝是会说我们抗议的对象表现比我们好吗？那这个就是上帝的事情了，这跟我没有关系啊、哦。你说我表现的就一定好吗？等到了基督的审判台前，神一定会跟我讲说：“Well done，你是个这个忧中心的仆人嘛。”那我希望我可以得到。 啊，神对我这样讲，但是如果没得到，没关系啊。神说我错了，那我就是错了。到时候你一生的一切，你都要跟神交代的。神说你哪里对，就是哪里对；神说你哪里错，就是哪里错。神如果说说啊，我抗议的，我去抗议的这些故意要洗脑小孩的这些变态，如果表现的比我好，我认了，因为神就是完全公义、正直、良善的神。如果神如此说，That's it。如果神说我表现不好，That's it。所以我们会尴尬吗？不会尴尬，因为我完全顺服神。 而且你没有任何其他的余地，你想要不顺服也不可能。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儿，我们会怎么面对？就接受啊，那不然要怎么面对？神给你审判，然后你就说我不接受啊，你能怎样？<laughs> 对，我一个人 do you do about it，<laughs> yeah, 就是你，你不光是我了，就每一个人都只能选择接受。你不接受你还怎样？你说我要再重新上诉，他说不听，下去 <Yeah. S 1> <laughs>。对呀。而且呃，我必须说，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基督徒被极大的压迫的，是在英国。 的那个那几个女的，在堕胎诊所旁边的围围墙的走道上默祷，没有发出声音的祷告，站在那里默默的祷告。对，然后警察过去把她抓起来，关到监狱里面去。嗯、这个，你说他做他犯了什么错误？他没没有干扰到各任何人，是没有阻碍到交通。 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，只是站在那个地方而已。左派做出来的抗议永远都是合理的。然后我们连在堕胎诊所旁边站着默祷一个人而已，这个样子，你都觉得神会为了这个东西来审判我们？嗯、如果神真的审判我们，那我们认了。嗯、那我们就认了，嗯、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。那我理解圣经错误，我对不起。OK，神亲自来教导我，我认罪悔改。 如果不是的话呢？如果我们是对的话呢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的，因为你问我们说，如果我们是错的话，嗯、我们会怎么办？对，而且其实呃，你想要知道上帝的想法哈，根本就不需要等死了以后到基督的审判台前才知道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。 圣经这一本书 <laughs> 可以去看啊，然后呢，神在里面讲的都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就是我们是盐，我们不能失了味道；我们是光，我们要彰显在黑暗里面。这个是神非常非常清楚的话语，在圣经里面都有写着，而且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被记载下来的历史发生的事件，都深深鼓励着我们，一直到我们现在。所以我鼓励、呃、啊，你要不管你是说你是基督徒也好，不是基督徒也好，不管说你是否同意，我们现在在。 做的事情，呃，这这都无所谓啊！鼓励你来认识上帝，而且你真的要做行动派的基督徒，这样等以后见主面的时候，不会蒙羞了。我告诉你，好啊，那下一个啊、呃，留言哈，这个朋友呢，留言是说我们之前有采访一个在好莱坞这边的一个选区哈，要选国会议员的 J。 Emilio Martinez，<laughs> <laughs> 对，我们有访问他哈，那他呢？呃，整个一集就是他这个人的思想，我我觉得很棒，我很喜欢他。 呃，而且他睫毛很长。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去一个那个会场当中，我没有碰到他，看到他很高兴哈。呃，那看到他呢，这个他就是整个一集里面就在讲，就说基督教价值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这当然也是我们完全认同的事情哈。所以这个有一个朋友呢就在下面留言，他就说说回归基督教价值观是美国复兴的唯一出路。大哥，你的脑袋瓜子逻辑混乱了，民主党内也有很多基督徒。 美国复兴的唯一一条路，就是重新走回传统的保守路线啊！这个这个大哥看来就是非常期待美国的复兴哈、啊，非常期待说美国能够走回到传统的这个保守路线。可是，你认为美国传统的保守路线是什么路线？就是没没有这样一条路线叫美国传统的保守路线？美国传统保守路线到底是什么路线？基本上就是觉得、就是、说是要爱国，然后美国价值那。 你如果去问他们的话，就是爱国、美国价值、自由，呃之类的，就就是所有你大概听过的那些东西。对，嗯、但是美国价值是什么？对，就是什么叫美国价值？因为这些话你都听过嘛，都听过。那你要有一个刨根问底，就是这些东西具体指的是什么？你不要雾蒙蒙、雾沙沙的，然后就在这里讲一些这些词，好像我们大家都听过，然后都可以背得下来这些词。所以在这种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去研究，就是说。 美国传统路线到底什么路线？如果你稍微去看一下历史，或者是有很多人不相信了，很多人就是完全拒绝相信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建国的国家，他们是完全拒绝相信，他们必须要认为说美国是邪恶的，或者是说就是说美国好的原因是什么？美国啊如此的发达，然后美国人如此有礼貌，这个传统价值如如此这么这么好那么好，绝对就是跟基督教没有关系。但是我告诉你哈，有关系的就是唯一一件事就是基督教。你以为美国人？ 道德天生高尚，是吧？当时那个来这一片土地上，就是白皮肤、蓝眼睛这些人，就比我们这个黄皮肤、黑眼珠的人，他就是天生一生出来就道德有多高尚吗？没有啊。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对吧？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，而且我们都犯了罪，都亏世人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了。所以，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异人。那么，为什么你会觉得，就是你来到了美国之后，或者你在没来美国，你就觉得美国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？都觉得说，美国到现在，哪怕你会看到它很败坏，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。你依然在这个国家里面享受着很多其他国家没有的东西，或者是你找不到的东西。包括我们可以如此自由地做这些事情，我们可以到处去看。 看到跟我们非常就是思想非常相近的这些人，他们还在为美国努力。这些人是什么人？基督徒啊！目前为止，你可以说，你说你还没有认识神，你并不相信耶稣等等，但是你没有任何的办法否认，就说美国现在的成功，你所享受到的所有的好的生活跟神没有关系。你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所有享受到好的生活，全部都是神赐给你的，全部都是你根本就不认识，而且你想要唾弃的基督教的价值观赐给你的。 嗯，那呃，我知道很多的人常常认为说，我们建立一个有道德、美好，然后呢有这个尝试的国家是不需要基督教的。嗯、反正就是我们把可以把全天下所有的君王各方面，就是只要那个国家跟宗教扯上关系，那就是因为他想要控制人民。这样的故事我们到处听到。然后呢，那我来这边讲一个，这个地方是。 你不要听我们两个讲的，嗯、我们两个就是两个小毛头，OK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们来听一下美国的建国国父，OK，呃，之一乔治华盛顿在一七九六年九月十七号的告别演说。我们这边请 Felicia 帮我念一下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和风俗习惯中，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。 一个竭力破坏人类幸福的伟大支柱，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柱的人，却妄想别人赞他爱国，必然是白费心机的。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，尊敬和爱护宗教与道德。宗教与道德同个人福利以及公共福利的关系，即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。我们只要简单的问。 如果宗教责任感不存在于法院赖以调查事件的宣誓中，那么哪能谈得上财产、名誉和生命的安全呢？而且我们也不可单于幻想，以为道德可不靠宗教而维持下去。高尚的教育对于特殊构造的心灵，尽管可能有所影响，但根据理智和经验，不容许我们期望。 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，道德观念仍能普遍存在。你看，我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这是呃乔治华盛顿在他的退职演说上面他说的。然后里面讲的非常重要，就是很多的人就是希望别人称他为爱国者。我不需要宗教，我不需要基督教，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 我很厉害，我很棒，我爱国。那美国为什么会这么好？就是有有我这么多的爱国者在这个地方来建立的。但是其实不是。第一任的美国总统，你说的没有人可以再讲说美国根基是什么了。如果说你把第一任总统搬出来的话，他就是美国的根基。他的想法，我们每一次看到华乔治华盛顿的时候，他除了你各位可以看到，他就是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永远都不笑的那个样子。 最常多他的画像就是他跪在那个地方祷告，宗教还有信仰，基督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没有基督教的话，我们就没有现在的任何的道德观。如果神不存在的话，杀人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件事情，嗯、压迫人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事情，堕胎、吸毒、变性都是很理性的事情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如果没有基督教的话，左派所有那一切。 就全部都是对的，全部都是事实，全部都是真理。只要没有基督教的话，所以说为什么大家这么这么讨厌基督教？当我们觉得说我们不需要我们的信仰，就可以创出来一个道德高尚的教育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是在妄想别人称我们为爱国者。我们为什么赞美我们的神的原因，就是因为。 他真的是值得赞美。如果说没有他的话，这一切都不可能。美国不可能是今天的美国，你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嗯，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的道德还有价值观在那个地方。我们还会有君王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天天来压迫我们。我们不可能有民主，我们不可能有什么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、集会自由。 这一切都不可能，我们连宗教自由都不可能。你各位先可以想想看，为什么会有宗教自由？你去看以前古时候中国的史，这个皇帝。 换一个皇帝就改一个宗教，换一个皇帝就改一个宗教。原本信佛教的，后来换了皇帝就改信道教，开始炼丹。然后原本信道教的那个明朝那样子，然后清变清朝了之后，啊，就开始那边佛珠拿着一边晃,晃晃晃晃晃晃晃。每一个朝代都是这个样子。任何一个国家，他们在建立的时候，他们都想要用一个宗教来控制一个国家。只有美国用基督教建立的国家的时候，它是。 包含了所有东西，它是允许其他的宗教来这个地方。天主教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，摩门教来的时候也是这样。他他们不想要宗教变成一个。 国家压迫人民、控制人民的方式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宗教自由。那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会这么的伟大，因为他的爱还包含了所有其他不信他的人。我们当基督徒的职责，就是要去感化，然后让其他人了解，说耶稣是有多么爱他们。所以，华盛顿的这句话是影响到我非常深的一个一一段话。我。 他他退职演，谁会听他的退退职演说？但是我看到的时候，尽管那是以前的古英文，看得很吃力，但是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影响力的。因为这个就是美国的支柱，这个就是美国的文化，这个就是美国的道德观，来自哪里？来自圣经。 好，那非常感谢呃这些朋友给我们留言，给我们提供素材哈。我觉得这三个留言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，也是我们现在来讲也是非常应该去面对，然后给出大家一个答案的时候。那希望呢，如果说你要是还没有信主的话，你可以看到美国。 啊，看到很多基督徒，你会知道神是多么的好，也欢迎你愿意来了解神哈。那如果呢，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哈，那真的是抓紧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间，让我们能够更多更多的跟神一起来同工。好的，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，那欢迎呢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在下面给我们留言，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我是弗丽莎，我是伊坦，那么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